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Selamat hari jadi, selamat hari jadi, selamat hari jadi, selamat hari jadi. 嘘，你们来。妈，你怎么这么心急？那我已经准备好了，在这里。哇，这么大的礼物啊 ！Thank you 啊！我帮你拍，我帮你拍。怎么来的？噔噔，你看，可以开，可以关。这个拐杖送给你。我生日嘞，怎么送我拐杖？你是要揍我啊？揍我跌倒，跌断脚，走不动啊？不是啊，这个是个很实用的生日礼物哎。你看，你生日又老了一岁，你关节会更松，骨头更脆弱。走路的时候很容易扭到脚，跌断脚，到时候就会行动不方便，所以这拐杖非常实用，你迟早都会用到它的啦。那，我现在啊，立刻马上就要用到了。我，妈，痛痛痛痛痛！哇啊啊！救命啊！哇！哇哇！我的脚，哎呀，我扭到脚了啦！你看，我都说了，你迟早会用到它的吗？是不是很好用？你这臭牙佬都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送我什么礼物？哦，这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我昨天赌麻将啊，赢了很多钱呢。等一下我们去吃大餐。好啊，好啊，好啊。什么来的？这是包和酥喽，你看，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豆沙包。还有，你都快五十岁了，却很少看书，你应该常常看书，增加你的知识，展开你的第三人生。我生日嘞，你送我包跟书，你是不是要做我赌博包书钱啊？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妈，生日蛋糕来了。你很乖哦，每年都记得你娘的生日。除了蛋糕还有什么礼物？哦，我这个生日礼物呢，是每个女人都会喜欢的。是吗？哒哒，你看美不美？哎，我还活着嘞，你怎么送我菊花？哦，菊花象征长长久久，有祝福妈长寿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Sorry, 我误会你了。哎，蜡烛嘞？哦，那个店员忘记给我哎。没有蜡烛啊？怎么许愿吹蜡烛？啊，有，这里有。蜡烛来了，那。啊？白蜡烛啊？啊？你娘，我还没死。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Thank you。妈，我这份礼物呢，里面有我满满的爱心，你一定会喜欢的。So sweet， 还会写信给你娘。不是信啦，你看，是你很喜欢的东西。不是信，是500块钱，你喜欢吗？只是哦，你应该用红包嘛，你这样子好像要包白金给死人一样嘞。是吗？我找不到红包纸吗？用什么包真的这么重要吗？不是里面的钱才重要。说的也对啦 ，OK 啦 ，Thank you。我拿这个，这个我不要。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快乐 ！Thank you。礼物，我当然有准备啦。你的礼物，我生日嘞，中我菜刀做梦。你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啊？不是啦，妈，我想来想去想了很久，
你这么久没有进厨房，我希望可以送菜刀给你，鼓励你进厨房学煮饭。你不喜欢了，那我拿回去咯。哎哎哎哎，你做梦啊？是不是是不是？哪里有人生日送刀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yeah, ，生日快乐 ！Thank you。礼物嘞？妈，我准备了两份生日礼物送给你。哇，还有两份啊？嗯。那你整天喊天气热，所以我送你这把扇子呢，你就可以整天凉啊凉，凉啊凉，凉啊凉。那还有。这个梨呢是很贵很 fresh 的梨，是我朋友去韩国，我托他帮我买的。我怕你吃不完，所以我切了一半，一人一半。嗯？你送我扇子啊？就表示你要永远跟我分散了。送我梨？那你不是要跟我分离？不要。我不要，妈舍不得你，不要，不要。